都经历了无量劫的修行，尤其在实修这一方面，其实大家都是。只不过说，如果今天你不能够说是在某一方面达到成就，你自己真的是没走到那一步，你还没到达，你所为这个世界、最为宇宙、为这个世界付出的很少，所以不要傲慢。傲慢，如果比你付出多少吧，如果比你对这个地球、你对这个世界，真的没其他可比的。有什么可比的？你对这个星球，你来到地球这么很多事，你做出过什么成绩啊？你为地球留下过什么？是不是？如果人不管修行人也罢，人类也罢，或者是呢，如果要真的要我佛慢的话，你要有我慢的话，你慢什么？你做过什么事啊？是不是？真的没啥，剩下的就是个笑谈，一辈子就是个笑话，真的是。不就是吃喝玩乐，苦了乐了，苦了乐了，然后呢，哭了笑了，哭了，我们真的活得像个笑话一样的。你要真的想做点事，想比较，说跟佛菩萨比比，跟这个别人比比，你值得你傲慢，站起来口出狂言的话，请问自己做过什么？就这样，为别人做过什么，或者为这个世界做，别说的那么伟大，说是普度，说的哎，很普度众生，你问你身边的人做过什么？你每一个付出不是精精算计过，哪一个付出不是算计得很周到，百利无一害的时候可能做，除了为你儿子，除了为你妈、你父母，这个任何朋友你做事的时候真的是算计得很细，然后在里边纠结纠结纠结，该不该该不该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真的没什么值得骄傲的，没什么值得我慢的，你的生命脆弱的、虚弱的，像一粒，真的是像一粒鸿毛啊！人们说重于泰山，轻于鸿毛，还真是那样的。就是你的生命就无足轻重，因为你太渺小了，因为你的自我的念头太渺小，不是你太渺小，不是你不能做，因为你的心是无限大的，心是包容宇宙的。你那么大的包容宇宙的心，竟然只做了轻于鸿毛的一点点事。然后在这里边执着纠结，然后痛不欲生，就是所以这也才是佛菩萨动我们的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能解脱，就是你本来做的和你本来可以活成一个伟大的生命的，但是我们活成了这些，活成了一个蚂蚁，活成了一片鸿毛，生命轻的像鸿毛，嗯，而且从不觉醒，就是从不想着觉醒，就是说。有时候我们是说，哎呀，没有能力啊，我们做不了什么啊，我们也能做啥呢？是啊，能做的第一是放下自我了，第二是能调迅速的把自己从苦海捞一捞了，别自己活得苦兮兮的，这就是能力啊。还有，就为你身边那些那几个人，你能不算计付出一点吗？帮助帮助别人，帮助帮助你的同类。六道看不见算了，这就同类吧。不过超度的时候，大家也蛮用心的，拼命的念阿弥陀佛，拼命的傻逼，拼命的去烧纸。我觉得大部分是觉得好玩，参与好玩，是啊，好玩参与啊是。所以那天有几个恶鬼夸我们的时候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多善良。”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，所以我反复的说了几次。我觉得。最起码你们的心，就是当我们在做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心是善良的，这已经是值得赞叹的成就了。那一刻不管你有多少邪恶，在那一刻你是善良的，而且能得到恶鬼道众生的肯定，因为他们，你知道那些鬼什么叫鬼，我们心有鬼叫诡计多端啊，说鬼呀、啊、鬼，他是很多负面东西的，他不会轻易的就认定你是个好人的，知道吧？你以为你给他点米他就觉得你好了，那不可能的，因为他投胎到鬼道，他能够下了恶鬼道，他能够下了地狱道，他是带着很多负面信息下去的，他是疑心很大的，他不会轻易相信人的，这是其实因为他自身的苦难啊，就是地狱道最自身的苦难，他心中是没有光明的嘛，很黑暗嘛，因为他心黑暗，他才每天在地狱里待着嘛，他说地狱没有光，是因为地狱道众生的心里边没有光明嘛，那么他是不会轻易的相信人道的，他不会轻易的说出来你们多善良啊，你们这些，所以他们能说出来，说明你们真的善良，
说明我们在那一刻，你们烧纸的或者这，最起码那一刻让他感受到了温暖，就是让他感受到了温暖。他蹲在火那边，你知道，并不是那堆火让他温暖，那森林大火点燃的时候，为什么他感觉不到温暖？是你们的心，让他在那儿感觉到，哎呀，怎么不冷了？就是温暖了。说明大家在念的时候，大家说借助佛菩萨的力量也好，还是你们的游戏的心态也罢，还有你们的最起码那一念无念也罢，哎呀，游戏也罢，我是最起码脑子里没想着贪嗔痴慢疑，没想着给我回报20个，给你回报30个，是不是？没想着回报，是吧？哦，那没敢。他回来找人了怎么办？最起码没算计，就那一颗心是纯净的，是吧？啥米也是吧？说是，哎呀，你快点吃吧，就是恨不得你们多吃点，就是最起码心是那一刻，不管是你敢不敢要的问题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那一刻就是。没有放在人道的那种自私的那种角度，就是你没有觉得你是自私的，没有无所求，用孩子游戏的心态在做也罢，就是那样了，就是大家在一起做同件事情，而且同时念着同一件咒语，而且很用心的做，超度自己的冤亲债主也罢，超度别人，甚至无所谓你们信或者不信这件事，是起不起作用你们都不想，你们真的是无念的无欲的那一刻，那一刻你们温暖，你知道吧？恶鬼到这时觉得对吧，挺暖的，他感受到温暖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好善良的人啊，真的是，只有让别人温暖，他才能说出这句话。”他说：“你们好善良啊，你们人好善，所以我才能站在那种，我说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才能念出来，一般早就跑了，给你念，他才不给你念呢。”你凭什么让我说做啥就做啥，那我的自尊哪去了？为什么听你话？是不是他又不管你是谁，就像我们现在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凭什么你让我念我就念？是不是我们的自尊尊严哪去了？你的面子呢？就是这样。